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两个雕塑作品。先看我左手边这一尊雕塑，它的名字叫《母与子》（Femme et Enfant Dansant）。它的创作者是法国雕塑家约瑟夫·贝尔纳 （Joseph Bernard）。我们知道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以罗丹为首的象征主义雕塑呢，深刻地传达了人类的精神和情感。那跟罗丹不一样，贝尔纳倾向于表现主义手法，他把人物的内在复杂情绪大量抽离。虽然他的人物似乎也呈现有点忧郁的姿态，但他的人物形象直立僵硬，塑造了一种新的时代风格。这个作品创作于1914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奥赛博物馆。下一集我们接着来欣赏他的另外一个作品《回宁时间法国巴黎》。